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香煎带鱼。哦。你看我们这个做的这个舟山带鱼啊，都是用到带鱼的中段，煎到两面焦黄就可以了。这块稍微肥一点，要煎慢一点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带鱼煎的，哇，看见没有？有些人认为啊，吃带鱼就一定要吃那种又大又厚的，其实并不是。吃带鱼要吃知名品种，那就是舟山带鱼，因为舟山带鱼它的油脂丰厚，肉质细腻，而且它不太腥，而且只有用这种雷达深海打捞的方式，才能够确保舟山带鱼的品种正宗。